老李毛，这是昨天晚上藤眼，咱们看这里边都有多少鱼啊？那多少上粉刺的鱼有没有？啊，有啥？全是鱼。嗯，这鱼都在粉刺里了。看没有啊？全在粉刺鱼，先看。这是东北气眼啊，鱼在底下已经缺氧了，看到吗？啊，看，看底下，看，看几鱼了，老婆？看，快老，你们录下，看能掏出，能不能掏出来了啊？哎，看，看，看吧，东北奇观啊，鱼自己往上来哈、啊，这全是鱼啊，姐们，看啊，这是底下已经缺氧了，现在鱼。往上飘，往上游，老铁们，喜欢外捕鱼，喜欢渔民生活的，给二弟点个关注啊、哦！感谢支持。